过去教补习班第一年，你是连锁教专业科目的老师，他让一个高三的女学生怀孕，他是两情相悦。就他们两情相悦不是说谈感情，他是老师答应这女学生说，一个月跟我发生几次关系，你全科办学费你就不用出了，我帮你出。等于说那个女学生就是跟这老师包包换学费。我问你一件事哦，我现在没有录影啊，你自己看是没在录，没在录。我告诉你，干嘛？我看，大家自己知道就好。你那天去女朋友家的时候，跟她有做什么事吗？我没有去她家哦，就没有在录没？哦，就真的没有去她家，在门口。都在门口，你看这里还站阿兵哥，怎么敢？阿兵哥一起哦，就明道巴菲特。是骗人会做手指。明道巴菲特，明道巴菲特从前面玩什么？讲一下娱乐城啊，对，在学校玩娱乐城哦，玩完账号被封了，现在玩什么？来，阿土玩娱乐，玩球板。就球板很多人就是赢得太大笔，他不会让你出金啊。哎，球板的借钱很好借哦，你没有钱跟他玩，对不对？他就跟你讲说，来来。你拍身份证正反面给我，拍过去哦，他直接把你入境，你的账号就直接多了那笔钱，跟借了五万块，他不是给你现金哦，他让你的账号多了五万块的，他等于是后台设定让你多五万块，因为他球本他不是说真的让你乱投，他是说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有很厉害的老师，你只要跟着他的方向下单就好了，他会想办法让你那钱赔光了、啊，每个下面的负责人一定要去追钱，他追不回这个钱，他自己要垫回公司那个钱。所以他用很多方法去追你这个钱。明道之前就有一个人玩球板，欠钱还不出来，被一群年轻人抓出来打。然后有影片，一个学生全裸被踢在地上，就三四人扁他，打到超凶的哦。那几个都是年轻人哦。啊？你就这么烧两炮吗？就你欠钱还不出来，就拿打火机烧两炮吗？就讲说这个不能碰。哪个都不碰，我又没有碰。球板不能碰，我没有碰。娱乐城不能碰，我没有碰。我知道，